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峰。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徐小波徐教授，请观众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徐教授他是时代基金会的创办董事长，他是国际上的国际经济还有国际商业的专家，在国际咨询、商业咨询还有法律，特别是亚太区域的投资经济活动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有特殊的一些见解。我们今天就请徐教授来跟我们谈论一下有关台湾经济的走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前瞻性的做法和看法。我们请徐教授来帮我们讲一下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好，那讲到台湾的过去啊，最近这个在纪念五四运动的100年的时候啊，我被邀请做个演讲。那五四运动里面就三个重要的这个精神，第一个就是要重视科技啊，所以他叫这个赛先生啊。第二个是要推动民主政治，他叫德先生。那么第三个当然没有什么先生，但是就是说要摒除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那么这100年来，我可以做一个总结啊，来应应这个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这100年来，我觉得五四精神最完整的呈现是在今天的台湾。所以这个从过去这个来看的话，我说不管怎么样，大家要珍惜这个台湾目前经过民主化、重视科技，然后推动这个民间的产业民间产业也纷纷走向这个国际化这是金不换的一个成就。那在这个成就之下我们要怎么再走下去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的问题。那可不可以请问徐教授一下啊？大陆从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时代开始也有改革开放，针对于刚刚您所说的台湾在这个经济还有国际还有这个社会政治上是这100年来中华民族100年来最好的体现，如果跟大陆的改革开放的话，我们有什么比它特殊、比它优的地方？好，我想大陆也在纪念五四运动，是的，他们只强调一个事情叫爱国。那我们就从这点来分析大陆跟台湾的不一样不是说台湾不要爱国 ，OK， 但是这个国代表什么那如果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话，它的基本精神是推动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那现在当然，这个习近平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我在大陆也投资过，在大陆有很多接触，我发现大陆一般讲起来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相当的肯定的但是呢，他改革开放以后造就了很多这个百业兴起也造就了很多这个所谓大陆的富豪。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会觉得邓小平在某一个阶段是对大陆的近年的发展很有贡献的，他也把民间的力量发挥出来，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脱离国家资本主义。那最近从习近平的这个言论他的发言来分析的话现在国家资本主义色彩越来越强。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说跟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做一个分野那台湾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结合。比如说现在大家重视这个社会议题，重视人民的福祉重视这个人民的收入那这些的这个慢慢走向，当然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慢慢走向一个未来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一个结合。所谓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说
唤醒这个对社会的关切，对社会一般人民的福利，还有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弥补，还有甚至于性别差距啊，这些都是台湾现在推动的相当成功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这个模式目前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可以效仿啊。事实上我也接待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到台湾来要研究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甚至要我到他们国家去演讲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觉得我们要珍惜台湾过去70年来的成就。那这个成就我觉得还要继续放大而且要用新的策略来把这个成就让全世界让国际的市场能够了解而且受惠，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大陆从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他们原先就是国家资本的主义，但是从金融危机以来，他们的这个屡屡社会上有批评说是国进民退，也就是徐教授您刚刚说的，他们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越来越强烈。那么您说台湾相对是属于资本主义资本社会的，还有这个国家资本的相结合，那您在这方面再详细的描述，您刚刚说我们台湾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有我们的模式，那么我们的模式到底是些什么，您可不可以再细化再详说解释一下。目前台湾这个举国上下这个包括这个我创办的时代基金会重视的是培养青年人的这个创意跟青年人的创业 ，OK， 那么这个题目呢，当然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下面是成就有限的虽然大陆也有这种口号。那么我举个很好的例子，你把台湾1000大的产业，甚至2000大的产业，你都把它排列出来，我敢说有80%以上。在20-30年前都是中小企业，你不管是这个广达了、鸿海了、这个台达电了，或者这个TSMC 比较不同，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政府政策要鼓励这个集体电路产业，但是很多其他的产业，还有一些服务业，比如说旅行的服务业都做得很好，那所以说这个 model 也是我想台湾应该在全世界推的，就是从创业开始帮助他成长，然后如果他经营管理做得很到位的话，让他能够扩散他的市场，所以让他能够变成国际化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庆幸台湾的这个成就，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这些成就能够再扩大的这个发展。那您刚刚提到说台湾是资本主义社会，还加上对社会有一些独特的关怀，这一点跟大陆比起来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非常不同，因为企业还是要靠民间来主导。是的。但是现在比如说推动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OK。这 corporate 这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这个平权的问题，比不要歧视女性这些，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企业要对社会的弱势要多多投入，多多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议题。我觉得一方面让民间企业充分的发展那当然也需要某些政策的调整，也需要民间这个企业加强他们的经营管理，加强他们的现代人才的这个训练跟招募最近我们承办我创办的那个时代基金会，就在1991年成立以后，就跟麻省理工学院接轨，我们是 partner 那现在已经是快30年了我们虽然一个基金会不是那么庞大，但是我们也训练了
好几千的人才，嗯，啊，这些人才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这个企业界的高阶主管，嗯，啊等等，啊，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做这类的事情，嗯，yeah，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积极的跟其他国际性的学校合作，嗯，啊，合作有多方面的，啊，一个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共同开发一些议题，啊，比如说气候变迁的议题，嗯，啊，最近我跟 MIT 的这个 CCL 就是 Laboratory Computer Science and AI Lab merge 了以后，啊，我们也主动的跟他提出你们这个大数据应该 apply 到气候变迁，嗯嗯，那因为最近几年来气候变迁，单单拿美国来讲，啊，我了解你很多观众是美国人，在美国的华裔，其实两岸三地都有，啊，都有，到两岸三地都有。那比如说美国近年来啊，火灾、水灾、风灾，嗯哼，那这种种的灾害，甚至于加州的一些地方还有旱灾，嗯，啊，这是不是跟气候变迁有关？所以我也建议这个像 MIT 这种顶级的科技研发的这个学府啊，也往这方面走，嗯，啊。那我主动提出这些，最近他们的反应很好，当然这个也开始往这方面研究。那这里面当然要谈的话，可以谈三天三夜，嗯，看。那另外一个，我跟这些学校合作，就是未来全世界的这个能源政策的问题。嗯嗯。所以这方面，我希望台湾站在舞台的尖端。嗯哼，啊，以后台湾的企业跟国际名校的合作，能对这些议题做更大的发挥。嗯哼。啊，刚刚说到了时代基金会，嗯，啊，您提到了对于大数据 AI， 又提到能源政策，嗯，我想请问您一下，时代基金会您刚刚说培养了几千人，对于人才的培训上，还有对于这个社会还有企业上的影响力，甚至于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来讲，时代基金会过去有什么贡献，或者说期待未来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努力？对，我们在训练人才方面，我们大概有三类型的节目啊。第一个是教育节目，那我们每一年办这个叫青年创业比赛啊，每一年，每一年，嗯，每一年办青年创业比赛。那么这比赛就是指学生嘛，啊，嗯，学生包括大学生到研究所的学生，嗯，okay， 那我们每一年这开放学生参加，然后我们要做些选拔啊，他们给他们七个月到八个月的训练，嗯，然后再安排他们出国，啊，当然不是说几千人一起出国，嗯，我们的选拔在每年要选拔20位左右，嗯，到出国到哪些国家？哦，是什么都有，okay， 都有啊，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了，我们的资料上面有，嗯，比如说美国，嗯，啊，比如说这个加拿大，加拿大啊，比如说中国大陆也有，我们也去，okay， 嗯，然后日本，okay， 然后再来就是欧洲，像丹麦啦，嗯，英国啦，荷兰啦，荷兰也有，啊，嗯，都让他们去看看，嗯，okay， 这个是学生的训练计划，嗯。第二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叫 Garage Plus。就是让这个台湾的青年人创业，嗯，那不是学校的青年人，嗯，已经毕业了，甚至于那年龄没有太大的限制，嗯，okay， 甚至于他们从别的企业里面有经验，他们出来决定自己创业，嗯，那我们这个节目叫 Garage and Plus， Garage and Plus， 那这里我要感谢这个嘉兴水泥基金会，嗯，啊，他们提供我们一个很好场地啊，所以我们这个每一年办这个活动。那最近他们跟我讲，这个经历这些不同的 program 的已经超过3000人，对吧，嗯，那当年我成立的时候，我把这个放在经济部，嗯，也得到很多当年这个经济部的部长啊等等的支持，okay，所以现在也是越做越好。第三个节目是大概，
年前开始的。这个节目叫 Startup Global Program， 嗯，啊，我们把全球的创新企业的这个创新企业吸引到台湾来，嗯，那么我们也募了一些资金，啊，我们大概一年办两次，每一次大概选20个团队，嗯 ，OK， 那这个什么国家都有，嗯嗯，啊，我们最近波兰最近的一期。波兰有22个团队申请，这么多一个国家，我们只选了2个团队，啊，那一旦他们被选上，啊，我们加拿大很多，以色列很多，美国也很多，一旦他们选上，我们就安排他在台湾10天，所以来回机票跟10天的住宿都是我们募资来支持他们。那么但是我们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产业，少部分也是政府不同的机构，那么把这个节目做到现在，我们大概已经有60多个国家，将近1000左右的团队来申请，不过我每一年办2次，一次在4月，一次是在年底就是春季冬季，一定是在5月6月、嗯，正好配合台湾那个 Computex 的展览，嗯，另外一个是11月底啊，12月初。那么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有对台湾有深厚的意义。他在这边10天不是来请他们来观光，啊，是请他们到台湾来，这10天里面，我们给他安排 one-on-one 的 appointment。嗯，那一个是募集资金，那台湾很多产业啊，因为你要晓得过去台湾的这个发展，我们很多的产业缺少原创的，这个想法，嗯，原创的这个 idea， 嗯， okay， 我们都做 OEM OD， 对对，具备原创和 idea 的，对于原创的这个缺少，嗯，所以那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个老朋友啊，那时候请他到 MIT 去，所以跟 MIT 做了很多的合作，就是广达，那他广达电脑呀，那他去看了 MIT， 结果我们安排以后，他就说，原创的 idea 还是希望在 MIT 里面多吸收，嗯，他说，engineering design 我们广达会做，嗯 ，OK， 然后大量生产我们也会做，嗯，所以这就是很好一个 model， 是不是？原创的 idea， 我们现在让这个原创的 idea 的这个新创的事业也到台湾来，安排机会让他们看到台湾的企业，正好在寻找某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寻找某一些原创的这个 idea， 可以跟他们的生产事业，他们现在的能量结合， okay？ 那另外一种就是。原创的 idea 在近年来，我的看法大部分是软体软件，但是软件如果成功的话，它要跟硬体 convert 相配合，要相配合，那台湾是最好的地方，台湾原本硬体硬件就强，对对，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些 program， 对让台湾的产业，当然它 OEM 能够做还是继续做，但至少这个以外 ODM 以外，开始想到一些原创的 idea， 对，能够在台湾实现，这是我对台湾的产业化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原先台湾就是厂商的对于产品商品这个实践商品化的能力很强，对，但是对 IP 还有原创的创新稍微有些缺乏，因为那个 OEM ODM赚钱太好赚了，就是容易赚钱，是吧？过去很容易赚钱，订单来嘛，但现在希望，但是现在原创的才用的才高啊，是，将来说不定，因为台湾的这个制造成本增加，对，我们说不定台湾的原创的 idea 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制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是不是？那台湾将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智库？所以我们要升级嘛，对，这个原创的智库这样子，对，您刚刚讲的Global Startup， 这是指我们叫 Startup Global Program， Startup Global Program， 这是
国外的国际间的创新企业能够进台湾。对，然后您刚刚又讲了一个叫做 Garage Plus， 那是台鼓励台湾的企业这个能够面向台湾，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对，那么请问你这个 Garage Plus 是不是从因为美国在1980年代有所谓的 Garage 那个 business， 就从自家客户像 Hewlett Packard 啊，就是惠普，还有一些对对，还有一些软体软件公司数不清啊，都从自家的车库里面创新出来。对对，所以我们就借用这个名字啊，在 Garage 对吧？啊，对对对，啊。所以林教授这个是非常创新的一个一些建议和看法，我几十年没听过这个这个 garage 这个 business 这个这个名词了啊，非常令人这个振奋人心，令人感动的。那另外在时代基金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学生的就是在学学生的人才，还有毕了业之后进入社会也有这样培养，然后再加上国际企业能够吸引进来。那么您对于在这一方面认为说台湾将来的发展如何呢？因为所谓的原创太多了，包括所谓的 healthcare 啦，软体软件啦，这些等等，那你觉得台湾的前景如何？我想我分三点来讲啊，其实可能有更多的点了啊。那我们推动 Garage Plus 只是一个目的，很专注的目的，让年轻人有创业的那种思考。对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呢我当然希望政府能够多配合，但是我不完全依赖政府，我们自己来啊。那过去要跟政府配合还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呢，就不谈了就是说 efficiency 没有，对，而且这个资金的 allocation 啊什么这些都有点问题。那我们就完全着重民间企业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的民间企业的支持者非常多，现在还在继续增加啊，所以跟连政府他都要看到说啊，你们怎么那么有能耐啊，做到这点我就很安慰了，我不依赖政府，我反而希望有一天政府依赖我们。那另外呢，台湾在这六七十年的发展，我们其实造就了很多很珍贵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珍贵的资源。那我就分两个来讲，一个是农业，全世界很少有这么小一个地方，3600平方公里嘛，三万六千平方公里，这么小的地方。而且还多山，3/2是山地。对，3/2是山地，而且现在呢，我们的人口红利也没有，是吧？人口在 drop， 人口老化，那再加上这个因为面积的限制，所以我们国内市场也不够，所以呢，我们的农业很多农产品要仰赖出口，但长期以望，如果台湾的好的这个农产品全世界都能够接受，甚至于如果它做成这个加工品，到全世界市场去，那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说台湾长久的农业政策应该变成把我们农业技术做一个技术输出，但农业技术不是白送，要收很高的费用，这里面授权费嘛，前提就是要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农业里面又特别了，专利或者是商标或者是著作权以外，还加上植物种苗，植物种苗的保护 ，OK， 那但这个还不够，那还加上营业秘密，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顾问公司做的重要的工作，再来就是台湾可能是医疗服务 healthcare 大概是全球顶尖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多年来大家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包括两岸三地的不太了解这一点，对努力的结果，但我觉得还是有加强的必要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新药的开发最好跟国际大药厂结合起来那台湾的这个 research 研发的费用大概是美国的1/3，这是个利基但我们也说美国吸引回来很多人才，那这些人才呢，大部分在美国的
大药厂实验室里面待过，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药品市场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嗯，所以我觉得跟美国大药厂结合啊，是一个药物或者国际大药厂，因为瑞士也有很多很好的大药厂。Okay？第二个，当我们讲到这个医疗器材，那台湾绝对有利基。Okay？ 最近你大概也得到很多讯息，报上也登出来，不管是广达、伟创、台达电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IT 公司都要进入医疗器材，他们也要进入医疗器材，因为这可以增加附加价值。啊，那还有就是可以供应更大的一个全球的市场。对，那台湾这种产业不少，比如说温度计啊这些产业医疗器材。那最近很多 wearable 啊，穿戴式的自己就一个啊，也开放了很多的市场。所以这个台湾可以发展品牌的。嗯，啊，跟这个大药厂、大的药械厂，可以合作，但是也不必然要合作，可以自己把品牌打到全世界去。嗯，第三个是台湾非常强，但是我们政策错误，叫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呀，为什么政策错误？我说了20年了吧？医疗服务呀，我推动很多年，医疗服务为什么我们政策错误？到今天为止，我们医界大佬还认为，这个医疗服务是要免费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建立诊所医院不能属公司。哦，这样的。一定要用非盈利事业。非盈利事业。财团法人的社团法人。嗯。哦，我觉得这个就限制了我们的医疗服务能够扩展到国际市场的一个契机，啊，那在这里呢，同样的，长照产业也是一样，不能属公司。嗯。对，但我现在想很多办法突破贝尔政府的政策的改变，嗯，啊，比如说用医疗管理公司来做看诊以外的事情，都用一个管理公司，嗯，啊，我是开玩笑叫麦当劳化，啊，然后所有的诊所都可以加盟，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加盟，对，要走向这个全球市场，所以长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个医疗服务啊，嗯，是主要面向于吸引国外的人到台湾来，如果国际化了，还是说我们输出，哦，两个都要做，两个都做，啊，现在已经国外人很多常到台湾来，啊，香港的人都到台湾，我碰到很多香港朋友，他们说他们渐渐一定要到台湾的。嗯嗯，那这个市场还可以扩展。嗯，啊，那但是呢，这个我们也要走出去。嗯哼，对，比如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你要他买一张飞机票看到台湾治疗都是高收入的。嗯哼，对，啊，如果要普及化的话，那就要到那边去。那我们走出去是我们人才出去呢，还是技术模式输出？都出去，都出去，争取投资机会也是我们的。嗯，我们也可以到那边投资。嗯，对，现在就是很多 business model 新种的这个营运模式。嗯，我在过去除了在台大法律系教课以外，我在政大 EMBA 班教了10年的这个新种营运模式的开发。嗯，那么这是扎根的，但是最后还是要靠真正人家做出来，是不是好的 business model 转到全世界去。那最后在医疗这一块，我觉得台湾有非常大的利基发展，就是叫预防医学。嗯哼，因为我现在很重视预防医学。嗯哼，预防。对啊，那台湾的市场要有抗衰老，有这个疫苗的产业啊，什么这些，而对预防医学的概念，在台湾推广的，我觉得蛮成功的。嗯哼，okay？ 那我曾经有一个中学同学，一直住在美国。Okay？ 嗯，我就因为他已经往生了，我就不讲他的名字。嗯，好的。啊，他等到发现癌症末期的时候回到台湾来。嗯，那我在医院看他，到后来还是走了。嗯，啊，中学我们6年同学，我就说你在美国那么多年，难道你不做经常的见解吗？嗯哼，啊，结果他的回答说，
我们在美国生病才去看医生。哦，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美国好像40岁以上还是你就可以每年做一次健检。对呀，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想努力的在这方面发挥一下。啊，其中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说服保险公司，嗯哼，他能够接受付健检的费用，而且要用，我要找几个经济学家计算出来，就是说保险公司如果支付这个健检的费用，对，反而降低了，减少它的赔率。对对对，在美国有这样做的保险公司，有这样子，但这还可以推广。对对对，因为很多健检的费用还是要自己，那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他就不愿意花这个钱了。嗯，对对。那但是呢，台湾这方面蛮发达的。嗯。所以我们的公司小小一个顾问公司，我们都要让我们的员工啊都要能够定期做这个健检。嗯嗯。啊，那法律当然还可以往前面再走一步，弄得更好。嗯嗯，是的。那另外呢，我要讲讲一下，能源这一块啊，这个科技在变化。对啊，是的，比如说现在在 on the drawing board 有 fusion 叫核融合，核融合，嗯，对，那台湾实在不应该把核能就把它妖魔化，对，是，对，因为有很多新的科技，嗯，所以我现在正在跟 MIT 谈，嗯，做一个能源政策的合作，嗯，那我准备说，当然他做研究还是费用，我准备全部找台湾的民间企业来支持这个研究，嗯，就是什么样的能源对台湾最适合，嗯，然后听说现在大陆的 fusion 是做到想要做一个核融合，就是人造太阳嘛？不知道啊啊，因为我在对大陆这方面的研发工作到底成就什么？但是您既然讲到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最近这个Donald Trump 跟大陆这一些。这个贸易战啊，当然这大家都很清楚，我不必多讲。但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大陆如果制度不改，嗯，啊，大陆如果不把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改成民间的这个资本主义，民间主导资本主义，换句话说，不搞国进民退，搞民进国退，嗯，如果大家不做这个改变的话。即使 Donald Trump 下次选不上，在美国已经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虑，就是说大陆的公司都是国家的，嗯，啊，如果我们跟他合作，拿他的费用来做研发或者技术转移，都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嗯嗯嗯，就变成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嗯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理由，嗯嗯。大陆应该学台湾推动民间企业，这个排除国家资本主义，嗯嗯，对，所以我们台湾的产业跟美国要做共同研发，一些根据合约来，啊，是吧？除非美国本身有一些尖端科技跟军事有关的，我们台湾产业跟美国合作一点障碍都没有，那所以最近美国很多学校都跑到台湾来，啊。但是他也不见得要跟我们政府合作，他们的 belief 是要跟产业合作，嗯，就是民间的产业，所以最近过去一年啊，美国起码有7-8个大学都跑到我这里来，要跟时代基金讨论合作，那我现在跟 MIT 的这个 Energy Initiative 正在谈那个 Energy Policy 的研究，啊，所以像我刚才讲的啊，如果我去跟他们谈的这个条件，我认为适合的话，啊，我会找台湾的民间的企业，嗯哼，因为对民间企业来说，能源政策太重要了，嗯哼，啊是，好，接下来我们会再深入谈一下有关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工业跟大陆比较起来，台湾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式，能够走出一个台湾的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我们接下来会再更深入的来谈。好，
我们回到刚刚徐教授所提的一个有关台湾可以发展的经济上发展产业的一个趋势，包括了比如说healthcare 健康照顾的产业，AI 人工智慧，还有所谓的服务业，这些所谓前导性的，还有农业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发展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忘记传统的产业，因为传统产业还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要支持。甚至于我们觉得说，台湾传统的产业也有很好的发展，不管是就说服务业食品工业，还有一些比如说零组件的工业产业都可以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台湾这个环境之下，因为台湾的市场比较小，如何让这些优质优秀的台湾的中小企业能够拓展出去能够走向国际化，这个我们林教授怎么看，徐教授怎么看？我想这样子，我们任何的产业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台湾很小36000平方公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国际市场，那国际市场里面，我们也要跳脱一个想法，就是我到国外去，就是为了要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工，然后把这个产品生产了以后，运到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富有的国家的市场。那台湾你看几十年来就这么想嘛，是吧？那时候台商大批到大陆投资，到东南亚投资，就是要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工嘛。我认为这是个错误，长期来说是个错误政策。那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我们刚讲的几个产业我就不讲，现在讲到服务业。服务业的意思，其实我们要了解的话，服务业是增加附加价值的。是的。生产事业是一定要 cost down 才能够产生利润，是吧？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考，不一样的概念，是不是？那你推动服务业的话，你最好要有品牌，让人家认清你的品牌，是不是？然后你最好你能够在各种这个产业的这个聚落里面，你增加你的附加价值，所以那个时候在2002年台湾全国服务业大会，就是证监会委托我来设计的，我们办了这个大会以后，是不是有成效也很难说，因为台湾的产业在这么多年来，它已经习惯做 OEM ODM 靠这个赚钱，所以相对利润是薄弱的，是吧？那你就说苹果电脑，是不是？苹果的产品，苹果的这个 smartphone， 大概85%以上都是台上制造的，但是代工，大概85%以上的利润都是苹果拿的。所以我们怎么跳脱这个想法？那跳脱这个想法，我觉得起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创新的想法，创新的 idea。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跟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啦，等等等等。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服务业是增加附加价值的。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在台湾本土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是统一企业。统一企业本来是生产食品，生产各式各样的这个消费品，然后就放到这个马马帕帕的这种百货店去卖，是吧？然后后来他想通了，他说我搞这个 7-Eleven， 跟美国 7-Eleven 签约。那正好当年我也是 7-Eleven 的法律顾问所以就经手这个他跟统一的合作。然后后来他也开发自己的这个统一超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案例太多了，后来的 Starbucks 这些都是一样，是吧？它产品以外，它提供一个服务，那台湾本身我觉得绝对有这个潜力，但是我们的思考思虑要改变，
就是抓定的服务业是可以加值的，我们怎么从加值的服务业来发开发各式各样的这个 business model、okay? 比如说农产品，农产品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加工品呢？是不是？那为什么不开这个高价位的 restaurant？ 你说从农地里面的某一个农作物，一直到餐厅里面，桌上的饮食，能够销售出去啊，客人来用餐，你看这里面价值的机会多少？如果有个品牌的话，更价值多了，对不对？那不管你的最后的这个 end product 是什么，如果附带加入服务业，那就是前途无量。那我再强调一下，台湾有几样东西绝对在国际间有机会的，一个就是这个 healthcare，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健康服务，或者现在有个名词叫大健康，不要在台湾的这个2300万个人里面推销，要推销到全世界，世界去，是不是？那这是人类最需要的，农业也一样，是吧？你可以用人家的土地，用人家的员工，但是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这个关键的这个 ingredient， 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扩散到全世界。那我这有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看瑞士。瑞士的官员跟我讲，1829年，瑞士是欧洲最穷的国家，食物不够，因为瑞士土地很，瑞士都是 rock 嘛，都是那个山上石头山上嘛，产生不了什么农产品，所以呢。瑞士的年轻的母亲，生了小孩没有足够的奶水，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然后最后就变成这个有人就发明了 infant milk， 发明 infant milk 就是想通了，就是牛去吃草，可以产生了牛奶，那牛奶跟人奶大概的营养价值差不多，这家公司就是叫 Nestle。那是全球知名品牌。当时不叫 Nestle， 后来就是 Nestle。你看看 Nestle， 他用的原料，他的这巧克力或者 cocoa 这些原料，都不是在瑞士啊，都是在中南美的国家或者非洲啊，但它可以造成各式各样巧克力的产品，对，是吧？它。这个它有加工的技术，但最后是靠服务，是吧？推销到全世界，这个例子多好，对不对？那我再用这1829年的瑞士做个例子。瑞士精壮的男生都到梵蒂冈去站卫兵了，Swiss Guard 现在还是一样的一个传统，但是。瑞士Guard 只需要500个人，最多1000个人。那其他的瑞士男生干嘛呢？瑞士在山上，冬天又长又刮风，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泡，就留在这个房子里。你到瑞士，你看老的房子窗子都那么小，是不是？因为它要防风嘛。有这些男生留在瑞士的，不够高，不够帅。没有被选上这个Swiss Guard， 他留在那边拿了个放大镜还是显微镜做小的零件，就是说变成钟表王国。Okay， 那以后日本也会做表啊，但是价位很低啊，是不是？他那个瑞士的表，你仔细再想想看，它不单单是生产。它是销售广告各式各样的，那是个品牌呀，就是用品牌啊。所以这是我讲的服务业。很好。那个我们从小都吃瑞士巧克力啊，还有统一台湾的统一企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希望台湾还有一些传统的有名的那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在旅游业，就是凤凰，还有在观光。酒店管理有一个叫金华酒店的，我们都希望说将来能够成功的国际化，并且充分的利用资本市场。
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林谢谢徐教授给我们今天给我们充分的。